没有水了吧？来，我来帮你换。以后这种活就让我们男人来干啊！那什么，我不渴。你怎么闷闷不乐的呢？你约？待久不用。你看啊，我每天中午午休的时候过来找你聊聊天，我发现啊，你好像有心事，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呀？啊，いやいや、ただちょっと喋りすぎだよ。那怎么聊天还能聊累了呀？你看我这才坐着，这没说多两句啊。你是不是讨厌我呀？啊？哎，干啥呀？跟你商量点事儿呗。什么？你能起来一下吗？不，我刚坐着，我为什么要起来啊？你搁这磨叽半天了，你耽误后面人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这，哎，枪枪们。你看见没啊？排这么长队，你还要点脸吗？啊！别打了我行不行？啊！不行！哎呀，这俩姑娘啊！冷气这么足，也不知道披上点。亲爱的，你今天怎么不在状态啊？私ちょっと心配なの。奥さんにバレたらどうしようかなって思って。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这个，我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我媳妇儿一直都蒙在鼓里呢。